行，那你就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受更毒的法。吃吧，吃。怎么，都已经吃好了，还不快去受罚？对呀，这书有什么好看的？能看出花来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要去哪儿？谁让你走了？你关门做什么？你锁门做什么？刮风了，我怕你着凉。我怕热，去把门打开。我给你扇风。桑琴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还热吗？胡闹，还不快停下。让我坐一下你的位置。你想干什么？是坐一下你的凳子。桑琴，你居然是软的，还没有吗？凳子不是应该铺的是？快滚下去，这块儿站。你别逼我，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你快起来，下去，快，听到没有？给我下去，快！四爷，哎，你在屋里吗？这屋中什么动静啊？哦，没事儿。冯博士，你有事吗？四爷，你现在是否得闲，让老夫进去跟你商量一点事情啊？不行，我正在整理书籍呢。要不一会儿我过去找你。哦，快给我下去！你快给我下去！桑琴。心上眉间留恋。